是，哇，对，就没有想到今天会，这是有听说这两天很冷，然后，明天穿的衣服好像有一些些让我有些小担心，可能就是就保暖衣吧，对，但因为美还是要牺牲一下。开嗓啊，就一直在后台就是乱唱，然后喝温水，差不多就这样子吧。有，今年特别觉得是一个自己有特别的、更加的特别的安排，因为这几届都是，其实每一届自己都有参与，然后就会有一些小担心，说这样每年观众看我会不会看腻，所以今年我们在就是在编曲上真的是完全大改编，然后有一个主题，对，有一个主题，先不要透露嘛，明天会让大家有一些些的 surprise。我觉得今年 Simple Life 更特别的是，因为我们我后面是 Sandy，Sandy 后面是阿妹，其实就让我感觉到很像回到我们今年做的这个那个 Project Wow，就只差了娜姐没来，所以就觉得今年可能就是我唱完以后还会再去看她的表演，然后再看梅姐的表演这样子。对对，有点可惜，就这次三个人不能同台。Really？Maggie 说要付场租，还要付场租，那么不给面子。OK，免费哦，好，大家都听到，明年我是免费的摊位，但蛋糕还是要买一下。对，蛋糕很好吃。谢谢，明年，不是明年啦，后年。好，那后年我真的要很努力的开始，就是去准备我的所有的明星商品，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来捧场。